飞高高。我妈妈27号晚上过世哦，我一直不想开直播，就是因为我怕会很难过，就是满腹的空虚感，跟一个很痛苦的感觉。这种痛苦的感觉呢，没有办法用笔墨形容，就是这两天就是想到就滴眼泪，止都止不住，想到就滴眼泪。那真的是妈妈还在哦，多陪陪她吧，因为我这太忙了，我自己很内疚。飞高高。